Thank you.
同学来，我们继续上课。来，刚才我们讲到身份地位哈，身份地位的东西，来，坐下来，来，来，你们再讨论一下，有哪一些？刚才我们讲的是工作嘛，对不对？工作，然后有哪一些？不是经济结构下的身份地位很难改变的。刚刚我们讲的是经济的东西，那除了经济之外呢，有哪一些非经济的结构身份地位很难改变？来，你刚刚讨论一下，给你三分钟，等一下我提供。先不用写，讨论一下就好了，讨论一下，记在笔记本就可以了，我看一下。麦克风在谁那里？麦克风现在在谁那里？麦克风。好，我们给那个第八组的，讲过了吗？讲过了。来，第四组这边。来，第四组，你们的答案是什么？有没有？来，第四组。你是第八组啊？第四组在哪里？也是第四组吧？也是第四组啊？对啊，我说想说你们这边是第三组。喂，是谁？啊，可以，好，同学安静一下，听一下，好不好？种族，好，很好，很难改变，讲得太好了，种族。你像说从黑人变成白人，对不对？从汉人变成匈奴。会不会很难？
好，很好，来第三组。皇帝变太监吗？皇帝很难被改变。好吧，OK，来再那个第六组同学，还有什么身份地位很难改变的？性别好，很好，男变女难不难？男，女变男难不难？男，好，从两性不是两性，叫做 transgender， 叫阴阳人，要变成阴或变成阳，也都很难。上次有演讲，有去听那个演讲的举手，去听阴阳人演讲的。好 ，OK， 所以他讲到嘛，说他本身是男的，可是他小时候就被割掉一个部分，被变成女的，可是他长大以后他觉得他不像女的，所以他就是同时具备的两个性征，男的性征跟女的性征都有，所以他到底要去除掉哪一个都很困难，所以他也试着说要去交往男朋友，也试着交往女朋友，都失败。好，所以这个就是说性别也是一个难改变的结构。还有没有其他组的？第二组有没有种姓的想法？好，很好。宗教是很难改变的。你像种姓制度里面的婆罗门这个层级的，还有像贱民这个层级的，都很难改变。还有没有第一组有没有？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想说非经济性的身份地位，精神病患是一个社会地位吗？还是一个疾病的指称？它是一个社会地位，它有一个社会地位的分数吗？对，它是被排除的，对，没错。可是他要改变他的身份地位很难吗？那监狱里面的犯人呢？监狱有办法出来，那精神病患有办法？可以啊。通常是被排除的。精神病患还是可以去进入医疗里面再出来，也有啊，而且还不少啊。好，所以这边我要讲的是这几个哈，性别、种族、性倾向、宗教信仰，这些都是属于比较难以改变的一个身份地位，都比较难改变。那像我们都觉得华人的宗教信仰似乎没有，似乎很习惯，就是可以随心，我现在信佛教、信基督教、信道教都很容易改变。实际上华人有一个宗教信仰是几乎不要说不能，几乎不能改变的。是儒家吗？不是儒家，是哪一个？不是道家，是我们的祖先祭拜。为什么呢？为什么？来问一下，来问一下，年纪比较大的，好的。黄世凯同学在哪里？世凯同学在哪里？好 ，OK， 来。好，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崇拜很难改变？你觉得容不容易改变？不容易，不容易，对不对？你姓王嘛，对不对？你可不可以改姓卢？你可不可以去拜姓卢的祖先？不行。好 ，OK，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华人的宗教信仰。我们的华人宗教信仰不会去拜其他人的祖先，宗教信仰本身就是一个祖先崇拜就是一个宗教信仰，那这个部分就非常难改变。你们一出生就会决定了，跟种姓制度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常常在嘲笑那种姓制度怎么样，其实华人这个部分也是一模一样，
一出生就决定了你的宗教信仰。社会变动还可以透过一点社会流动，但是我们几乎不可能透过去变成其他人的子女而改变我们的祖先，几乎不太可能。好，所以呢，这边要讲的身份地位的概念是这个哈，它是由一个体系结构所制造出来的位置，所以在现在的我们这个经济体系创造出了很多位置出来，那这个位置就是叫做身份地位。所以像一个经济体系或一个家族结构，家族体系这个结构创造出来，我是属于陈家的子嗣，这个身份地位。所以陈家的子嗣它不是一个角色，它是一个结构的位置。子嗣这个东西它没有相对的，它没有相对的一个人跟它有关系，听得懂意思吗？所以我是陈家的子嗣，它就是这个陈家就家族体系所提供出来的一个位置。那它不是它比如像说软体工程师是不是在经济体系的一个位置，对不对？经济体系有一个软体工程师，那软体工程师会不会对应到另外一个关系里面去？有没有？基本上是没有人跟你对应，但是角色就有。角色叫做一组社会关系，所以角色一定是我作为儿子这个角色，相对的是什么？儿子，爸爸或妈妈嘛，对不对？爸爸或妈妈。那我作为一个学生，一定相对有一个老师，或者是学校。但是软体工程师，他有没有对应另外一组关系？有没有？好像没有嘛，对不对？好像没有。同样的，大学教授。它是一个经济体系底下的一个位置。大学有没有一个相对的人跟我有关系的？好像没有，它就是一个结构体系底下的一个位置，那某些人就去占据的那个位置。知道哪个不一样吧？好，这两个概念不一样，角色跟 status。所以我们在讲结构的时候，结构这个观念的时候很难理解，但是你们把结构想象成为刚才讲的那个教授他所身处的那个经济结构底下的位置。所以我们有大学体系才有教授嘛，对不对？小学没有。好，所以这边这两个东西概念分清楚，所以你们想一想，讨论一下，系主任在大学体系里面有多少角色要扮演？来讨论一下，来，系主任，嗯哼，
好了吗？来，我问一下那个，来，先问一下大三的同学好了。大三，刘培文同学，刘培文同学，啊，同学，刘同学，来来来，来讲一下。三个，好，很好，哪三个？老师。老师。对，行政上的关系，对，很好。还有这两个，三个，因为行政上可能就是它上面啊，它上面跟下面的，所以上面就是可能是校长，下面是系办秘书，系办秘书。好 ，OK， 那他又是跟同学具有一个老师的角色。好，其他同学，你们有没有其他？还有其他怎样？很好。同事，好，很好，这同事也是一个角色，他同辈跟同那个同事之间，很好，还有没有？好。他如果办活动，变成是活动的主办人。活动主办人，但是他比较不是一个位置，一个角色。我们在讲活动主办，是不是这个活动结束就没了？所以那都是短暂的。他如果说是教师会的话，教师会，但他现在是在大学体系，对，他只要参加教师会的话。那他就有教师会的角色，对，没错。但是我们在讲那个大学体系里面的系主任，还有没有？决策者。决策者，决策者相对于谁？就譬如说，开课课程，他们要实体投票，就是这个法案，就是这个案子的过，就是他有决定的权利。OK， 所以这个像什么呢？这个像。开会讨论的委员，所以他是这个是扮演什么角色？是委员的角色吗？可听起来不太像是一个，因为我们讲的角色是要有一组社会关系，所以要找到对方有一个人来跟他。所以刚才讲的同事，讲到那个行政主管、行政人员，讲到老师，都是有另外。一组人跟他相对的嘛，好，不管如何，这个大概是这样子哦。他就是有，他是一个 status， 系主任就是一个大学体系里面的一个身份地位，他就是一个大学体系给他的一个工作的位置，所以是 one status。但是他有很多角色，我这边不止三个，我这边是随便举例而已。可能是老师，刚才讲的老师，他是研究者，研究者是相对于那个国科会来讲。或相对于教书来讲，第三个就是行政人员。好，所以就是一个 status， 同时可能要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知道意思了吗？就这两个概念不太一样。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说，一个身份地位可能只有一个角色，但是通常像刚才讲的那个系主任那个工作，通常是由更多的角色去串起来的。就算起来，所以系主任很辛苦。系主任他不仅是扮演行政工作，他扮演老师，他扮演同事去沟通协调很多事情，他还自己做研究，研究做不好就被学校踢出去。好，所以系主任他是一个身份地位，那他有许许多多的关系，他这个人有许许多多的关系，然后呢，这关系就是会有不同的角色。刚才讲到了很多。对不对？刚才同学都讲到很多了，同事的角色、老师的角色、行政主管的角色，还有行政下属的角色。好，这里没问题，没问题，来，再给各位做一个练习，这个要画图一下哈、哦，画图一下。好，我们现在家庭，我一般习惯的就是说是男女家庭，但是呢，也越来越多开始有男家庭。女女家庭的出现，那请你们就是分两边了，一边就写男女的构成的家庭，另外这一边看你们喜欢写女女家庭还是男家庭都 OK。 好，就分两边，他
们构成的家庭会是什么样子，那他们之间的关系，之间的关系画一个他们的关系图会是什么样子，听懂意思吗？听不懂。男女组成一个家庭之后，那会怎样？生小孩，他还有没有上面的爸爸妈妈，对不对？你就这样子画，他假如是男男会怎样，或者是女女会怎样，好吧？好，来，每一组都，你们都写两，就一张纸分两边写，一边是写男女，另外一边写女女或男男。地方吗？还在跟我玩 Candy Crush？ 记得要画出他们的那个角色关系图哈，角色关系图。是个女儿好了，有一个女儿，有一个女儿。就是这个，假如有一个女儿，关系会有几组，身份几个，两个类型的家庭有什么不一样？
同学好了没有？好了吗？好了吗？来来来，我们请哪一组先报告嘞？有没有哪一组志愿先报告的？有没有？有没有志愿先报告的？那第三组要不要？谁要拿？谁要拿海报？没有人帮忙拿一下吗？来，老师帮你拿好了。就如果说是正常的男女家庭的话，他们会有什么叫正常男女家庭？男女家庭啊，一男一女的家庭的话，当不一样啊，什么叫正常？哦，正常啊，这样一男一女的家庭的话，那对那个女儿来讲，她跟其中一方会，就是她会有两。对上他会有两种关系，一种是跟他父亲，或是跟他母亲。然后如果说是在男男或女女的家庭的话，那个像怎么讲，就是女儿对上面就变成是只有养父或者是只有养母的关系，而不会说有两种。如果说在男的状况下的话，就只有养父。你们想一下，就是养父吗？一定是 adoption， 一定是收养吗？试管婴儿，还有呢？
代理孕妇、孕母啊。那为什么不能试管婴儿？你借了一颗走卵子不就有了吗？不是吗？同学，想象力丰富一点好不好？真的就这样子吗？人生就这样子可以吗？好，一定是养，跟他自己的试管。你知道现在其实很多同事就是去找个那个泰国的那个代理孕母，很多代理孕母，然后呢，前一阵子才刚被发现，这样子的是有一个运作的商业集团，后来被禁止了。我同学花了100多万没有完成哦。啊，后面很花钱的，不是普通人做得起的，一定是有钱人才有办法做得起试管，还有个代理孕母的，啊，想象多想象一点。所以呢，你现在是要讲什么？然后可以讲亲戚关系吗？就是假设在一男一女的话，那么就会有婆媳之间的问题。婆媳好，但是我不知道呢，同性恋婚姻有没有所谓的婆媳这样的问题？大概就是婆媳问题。大概就是身份的话，男女的婚姻关系里面，就是双方的亲属会有一种称呼，但是在男男或女女的同志婚姻里面，双方的亲属会不会也是有称呼？就是像我们会是称那个女方的家的那个兄弟姐妹的。啊，那个，假如你是他的儿子，你要称妈妈的爸爸叫什么？叫做外公，妈妈的爸爸。他爸爸的爸爸叫什么？叫做阿公，外公。好 ，OK。那假如是这边呢？现在现行的社会制度之下就没有这样子的定义，就没有外公这个词汇。好 ，OK。所以是不是注意到说两个因为身份不一样会造成？如果今天变成是女女的话，那就变成是你有内功喽。就说外公内功是怎么分的？没错，好，很好，就是这样子。来，同学给他鼓掌一下。当然，最欢迎是哪里来的？来，接下来我们请第哪一组要报告？有没有志愿的？还是第这边是第六、第七，对不对？你们要不要报告？好了 ，OK， 你们这组报告好了，好不好？来，同学给他鼓掌一下。第六组鼓掌一下。来吧，有人拿着，有人帮忙拿那一张牌子，然后有人讲。麦克风在哪里？来吧，你讲。就是这个是一男一女的家庭，然后上面有父母嘛，父母，然后。然后小孩下面有一个小孩，然后小孩是叫男方的爸爸是阿公，然后我还是不太喜欢这边叫，我们大陆是叫那个嘛，就是叫爷爷，对，爷爷奶奶，然后女方这边的话是叫那个外公外婆，然后爸爸这边叫爷爷奶奶，妈妈那边叫外公外婆。对。好 ，OK。然后摆一下。可以是吗？然后说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菜？阿公阿妈啊。你会叫瓦公瓦爸这样子叫，还叫阿公阿妈？不叫阿公阿妈。好，来。然后男方叫女方的父母是岳父。岳父岳母。然后女方叫男方的父母是公公婆婆。公公婆婆，他还有什么讲？大哥，大哥，还有嘞？大哥，大哥，好，很好。男的就是当官嘛，对不对？然后女的就是持家嘛，所以大哥大官。然后是男的婚姻的话，就是就是下面会有一个小孩，但是不一定是领养的，然后。
上面也是有父母嘛，然后上次就是我们不确定那个领养的小孩子应该叫男男，应该到底怎么叫，就是叫他爸爸还是妈妈，因为上次那个我听过一个就是同志来给我们讲他的故事嘛，然后他当时也带了他男朋友回家，然后就是然后他的好像是他的姐夫的小孩要怎么叫他的问题，然后他们就讨论很久，然后最后决定就是说叫他的男朋友叫他二舅舅，然后二舅舅，对，然后就特别跟他说明舅舅和二舅舅是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跟爸他的爸爸妈妈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那他怎么称呼他的？所以叫他舅舅，他叫他的男朋友叫二舅舅。对对对，因为大舅舅，因为他们觉得叫舅妈也不合适。他舅妈也不对。对对。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相互照顾的关系，也不是说有一个是扮演女方的角色。所以就这边就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然后上面的话，男方对方父母的话，应该都是差不多吧？我觉得是吗？我觉得应该会都统一称为爸爸妈妈。统一称为爸爸妈妈，会不会称岳父岳母？不会，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叫岳父岳母？不会。会不会叫打给打瓜？不会。我听到打给就感觉好像是那个童养媳的感觉。好了 ，OK， 还有没？好了吧。好 ，OK， 鼓掌一下，谢谢。好，同学，其实这里我们看到的，其实身份关系在那个男女这个图里面是复杂许多。在我们的亲属关系里面，有打开打惯那个岳父岳母，有那个公公婆婆，然后呢，而女儿要叫这些公公婆婆，她又有一些称呼。可是在同志的这样子的图形里面，情况就不太一样了。它就是第一个我们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支撑这样子的关系，因为我们社会没有发展出支撑这种关系的词汇出来。这个就跟我们对，就是跟西方人他们的英文里面找不出妯娌，是不是叫妯娌啊？妯娌啊，妯娌，对对对，台语叫什么？看吧，果然台语是我的母语，我就知道，台语叫做党仔啊，东西仔，东西的党仔啊。像这词汇在英文里面不会有，因为在那个社会关系底下，这个不重要。可在台湾，这个在我们的亲属称谓里面就重要。那一样的，就是在同志这个新的社会关系底下，我们社会还找不出来适当称呼，所以还不知道怎么叫，要叫二舅舅，还是要叫小舅舅，还是叫大舅舅？刚才讲的这个例子，那个同学讲的例子还不知道。好，所以身份其实比较，我们看到的是身份其实都一样，有爸爸，对不对？有祖父，有女儿，但是关系。是不是都不太关系的称呼，在其实，在那个同志的这个角，在那个图形里面是比较简单的，也都直接称呼爸爸，他就没有妈妈，或是妈妈妈妈没有爸爸，然后称祖父母就是祖父母祖母，他不会有什么外祖父内祖父的问题。可是，在异性恋的这个婚姻底下，他复杂许多，复杂许多。所以课本里面讲的，就是说最简单的社会关系就是两人，两个同性别的人组成的社会关系，那是最简单的，男跟男组成的这个关系，或女跟女组成的关系。那讲男跟女组成关系就复杂许多了，好不好？好，课本有写这个，还记得吗？有读到吗？所以社会关系就是一个一个组，一个一个关系慢慢凑起来的哈。好，我们先看个影片。生小孩子，这个在我们的华人世界里面，
最常看到。别人一直在问你什么时候生小孩会不会火大？那当然会很火大啊！就是因为礼貌上的应付吗？也会啦，也只好这样了，不然也不知道怎么办。你在电视上面讲了，应该可以请大家就是体谅，不要再多问吧。就是这个有点像啊，就是我觉得有两个问题都不太礼貌，就是说一直问人家说啊你们怎么不赶快生一个？跟另外一个不礼貌，就是说、啊、你什么时候怎么还不赶快结婚啊？我觉得都一样，我们就每次去参加人家的婚礼，以前啊，参加婚礼，啊奇怪，我要结不结束我家的事情，一直问关心我什么时候要结干什么？好，那同样生小孩也是一样的一个状况啊。好，因为其实每个夫妻啊，他们在求子过程当中有很多挫折，很多心酸啊。那有时候你认为你是好意的在关心他，但无形中是对他造成一种压力跟伤害。可是钟欣怡好像说家里的家人的反应是会让你觉得他们比较想重男轻女的吗？我老公啊，因为我老公是独子，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啊，没有姐妹吗？没有，他没有，他是独子这样，可能因为独子，他就心里一直想说，如果是男生还不错。所以有一天呢、啊，我就要上床睡觉，然后我们家的狗就在汪汪汪汪汪，然后老公说不要吵，吵到姐姐怎么办？我就说那妹妹，然后说吵到妹妹也不行啊，我就觉得有问题。好，结果有一天他就回来说钟醒钟醒，我知道，然后我想好名字，我说什么？他说陈浩。天，浩瀚的浩，天上的天。我说陈浩天是怎么样？有没有很大气的感觉？我说不要，浩天好像对着天在哭。我说好，你好啊。我说不要啦。我说那女生呢？他说，我说那女生呢？他说哎，他就叫陈美丽啊。我说你根本没在想，对，他脑子里面只有男生的。对。然后之后嘞，那个羊膜穿刺出来，发现真的是女生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我婆婆，我说妈。是找伊娜啦，然后哎，跟我就，哦，找伊娜没卖啦，不好意思讲，大家心里面就还是。可是那聊一下，有没有让你热泪盈眶？想说好像有一点点失望在里面。我其实，我老实说，我其实验出来是女生的时候，我有点，我说真的感觉就是。我又跟老公说，老公是女生，他说没关系啦，女生也很好。可是我们两个就默默从二楼走到一楼，哎，就是老实说，对啊，我就觉得女儿很好。我想说，妈，我们家也是，我很孝顺，我干嘛？我想说女儿很好，可是我老公其实没有多说什么，可我总觉得我40岁了，我要生下一胎，我不确定，可以了，不管做得到，你要有，以后有重病绝对是女儿照顾。对啊，我也是这样想啊。可是当你还是有一点点压力的时候，你就想。当然是助行，是助行。所以我们是为了防疫。所以我之前也是那个有跟大家讲说我怀孕，然后他们就说是男还是女，我说我自己预感是女生，因为跟我前两胎的状况一模一样，没有吐，然后皮肤也都没有变差什么的，然后后来那记者就把我围住，他说，万一是女生的话怎么办？他说你要回去打吗？女生很好。三是女人，我说又会赚钱又孝顺。他说，这怎么办？他干嘛呢？然后我其实大约有7年没有男朋友，然后我的那个亲戚就说：“钟欣怡，那你什么时候交男朋友？”钟欣怡什么时候交男朋友？他每见到我一次，就问我一次，我到最后就发火了。对，我就撂下一句话，我就说：“我在进棺材之前嫁掉。”然后可是我觉得太多人的关心真的会造成我们的压力，而且你不要那种啊，哦，女生冷漠。记者会，我就说我自己觉得好像是女儿，然后那记者就这样，啊，发出这种你知道很遗憾的声音哎，他心里觉得是，对呀，真的很生气。可是妈妈就是女生嘛，所以妈妈一定本来就知道自己是一个好人，所以女儿就是很好啊。可是这种压力一定是来自丈夫吗？还是我不晓得是不是每个男生心目当中都会想，就像我们会想要有一个女儿，是不是男生心目当中是丈夫而已，是来自整个社会。我觉得是社会，像我怀第二胎也是气了一个半死啊，总想说是男生女生，是我说是女生，女儿也很好啊。我化妆，女儿也很好啊，这样子。
想说关你什么事啊，我是女人，我开心的嘞。对，你会看到哦，这个表情的瞬间变化，知道吗？而且连邻居都会这样跟你讲哦，女儿好啦，女儿好，女儿很好，女儿你怎么看得上？你就是你很庆幸没有这件发脾气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还蛮快就知道是男生，然后可是我觉得大家真的会有那种好像第一胎如果是生到男的就有多么的了不起，然后对方你安心说哦那也就聊啊，一举得男，我就想说其实因为我本来就想生男，我其实我觉得第一胎是男生女生我都觉得好，对，生男太高哦，会，我跟你讲真的，长辈就是说哦这个哦，然后就是阿姨们都会说先生男生啊比较不会有压力，他们都在我想说我哪来的压力，我根本没有压力啊，所以先生没有显露过半点，没有啊，一开始都叫他一直一开始叫小水果，他都以为是女孩子，然后是因为到后来验出是弟弟，我说你叫他小水果会太娘了一点，所以香蕉哥哥那边好 OK 他们社会压力从哪里来的，他们压力从哪里来的，社会压力从哪里来的。好，其实这个他这故事讲的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压力是来自于社会，但是社会虽然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确实存在的哦。那我本来要讲的概念是下面这个东西，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下一礼拜继续讲哦。就是这是一个家庭，我们家庭是一个体系，家庭里面有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还有老公啊，这么多，还有小姑小舅，这些在这个家庭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角色，但是不同的角色他们有不同的权力结构，那这个权力结构我们下个礼拜权力分配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谈好了。 OK 好，那我们今天下课，那等一下那个TA 们请尽量请一定准时12点下课好吗？啊，什么12点太早还太晚了，好吧 ？OK， 那我们下课。12点就走去那个玻璃树下，知道吧？玻璃树下，然后呢就很自然的走过去，就当作没发生什么事情走过去呢，也是跟朋友这样子聊天聊天。12点10分，突然间就静止不动。好，记得啊，麻烦 TA 们，请跟同学们再度提醒一下哈。Thank you.
拜拜。